Vino 50喷射版的，客人久放没电，发不起来。不过它有脚踩的，它好像是踩发自己慢慢起来，变成骑乘的时候怪怪的。是可以的，可以发动。可是就是有时候骑到一半的时候，说故障码会亮，然后车子不顺。坐上去吹油门会不顺。直接电池换看看。换完电瓶了，力气整个就出来了。试一下车子，目前电瓶换完，故障灯就没有亮。试车，起快也不会像刚刚顿来顿去的。
理论上换电瓶就可以了。我还是觉得雅马哈的车放久还是比较不容易坏掉，这是雅马哈的优点。好了，目前电池换完，故障码33就解决了。这个地方的料对不？进行这个平面，还放在这啊，都有上镜头一个螺丝钢嘛。